太多阿姨，对对对，太多阿姨，太多姐姐。然后有一次我要把小阿姨叫姐姐，我就觉得很丢脸。哎呀，那个姑姑啦，哎，会把姑姑也会叫错的。哎呀，名称太多，我真的觉得东方人的名称实在是太多，刚好不要学外国人。Uncle 那个 Aunt， 对啊，那 Cousin 就这样三个统一全部叫完嘛，这么方便。像我心现在金六姐也是，我每次问她吧，然后有没有她讲给你听的，超那个新兵那种，叫啥你怎么，然后她就故意晃过去走了，叫你不要动还动，她就说真的口气是一模一样。安广这边，来，安广。换犀牛钱好了。